我不小心犯了他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哦哟。脱内衣那不行，这我们要尊重超管，尊重斗鱼。我都跟当初被封都写了保证书的好吗？不立稳了，牛哥太犀利了，牛哥的犀利已经让我已经无法阻止他们胜利了好吗？哎，哦对哦，我说15T放微信的二维码，稍等一下，我就上传上来好吗？这必须放的，大家这么支持不放的话，太对不起你们了。你们这一个个上电视的啊，我就不说了，告诉我快说你们上电视的理由是什么，快私聊我告诉我你们上电视的理由是什么。哎呦，居然没死，我就在这里默默的。Hello， 叫卡的干嘛呢 ？Hello， 叫卡的干嘛呢？哎，你们最近给我起的外号太多了，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啊啊！我是不是？国产，哎，看着，要不然又说卡不专业。装备，我很久没回家了，所以也很久都没有回家了。出个这个吧，他们有啊，他们没有 AP， 没什么 AP 的，没什么 AP 的，出个法穿鞋吧。谢谢大家这么支持啊，还是谢谢好。拼一下。没输呀哥们，对吧？输了肯定卡爷智博拓扩展，这媚术你不能怪我的，对吧？哎，是的，是你这样子玩的，这发条，是的，过来，哎，给我吸吸血吧。我们的队友很懂事的，不能这样说明了。我感觉我今天快做，我感觉我俯卧撑快做衰了。哎，不能玩了，不能忍了，不能了，我要上厕所去了。
上个厕所。上一个厕所，上一个厕所。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哦。反正卡卡已经说了，我是娱乐性主播的。如果看游戏的话，千万别到我这里，因为我的操作会让你吐血身亡的，对吧？但是如果你们要看娱乐的话，要看我们中国女性的美丽的话，可以欢迎大家前来。哎呦，他那音乐的大，嘿嘿，这把绝对不会输的，你们放心好了。这绝对不会输的，这双手真够味，这要输了怎么办呀？哎，我这键盘有点问题，这尼玛一个个去死，没必要啥。难道队友听到你们的召唤吗？啊！我送死不算吗？这还能送死？啊！这不能输啊，喂！这做的猴年马月，好吧好吧，我认真点，队友批评我了。强行俯卧撑啊，这不行不行。你看娱乐性主播为了你们家都没了。娱乐性主播为了你们家都没了。啊、哦！操！叉！我了个叉！啊！才行啊！人都快崩溃了，是的。金身没按出来，你没看我鼠标一直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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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一吗？这作死的按都没按出来。哎，不行不行，队友要骂了，我们好好打。挤你妹啊，这么大还要挤吗？小样，小心我删你好友哦。小样，小心我删你好友哦。哦，不要不要，不游不游不游。就这样被你征服。不要不要的，不要不要的，要，给我吸呀、啊！哎呀！
不屎吗，卡卡？能不屎吗？这出什么呢？